这暑假伫厝诶，真侪囡仔爱上网，毋过民间团体提醒，了解网络诶聊天室，即马是无法通管，真侪色情业者秘伫内面，诱拐着未成年少女来做性交易，政府无作为，根本是色情业者诶帮凶。网络顶头开讲时，逐工拢有几啊十万伫咧顶头开讲，讲诶内容五花十色，嘛变做诱拐未成年少女做性交易诶所在。就是聊天室，然后就认识。就是是一位经纪人，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经纪人，他想说小小年纪不懂事，反正跟着做就对了。他这样告诉你？对。所以你到底都做了什么事？做性行为啊的那种交易方式。受害少女出面，希望其他的少女唔通阁受害。经过统计，开讲时真危险，诱惑上严重，亲像诱起未成年、制服妹、性交易、原妹，才容易。七八月份常常出现咱们开讲时，七月份有490万，遐尔济。几乎是一秒钟就出现大概1.8次，将近两次的一个时间，所以我们是觉得说，其实暑假真的是一个危险期间，所以特别呼吁我们的儿少或是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。一般人拢认为做性交易是见笑呆，不过立信基金会批评，事情的业者甲少年少女讲，这个工课真自由，无压力嘛，袂强迫，加错误的观念，政府嘛爱负责任。有很多的色情业者潜藏在这里面，然后大拉拉的诱拐这些少女，所以我们要呼吁。政府不要成为这些色情业者的帮凶。民间团体要求政府赶紧设立网络开讲式的管理办法，比较国外的经验，用会管制，嘛爱有身份的检验，有诱拐做性交易的意图，就要来处罚，不是亲像即马骗成功才有罪，要来保护儿童少年的安全。记者昆子柯清楚台北报道。